车到莺歌，再转公车到三峡要大概45分钟。如果自己有开车的话，会更快哦。没有。要不要学一下他？日本人的我觉得超可爱。想假装。超级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你去过三峡？我没有去过三峡，你呢？我去过一次。一次。相机快没电了。你现在就要去了吗？对。OK， 我跟你讲，在那几个小时。冰淇淋吗？那那个面包吗？那是面包加上冰淇淋。刚刚。是。是。好吃。是是。要不要吃？可以吃啊。走，这个太有创意了。这种东西是在台湾才会出现的。好吃吗？好吃啊！要吃吃看吗？不要。这里有100年多的历史，蛮有趣的。大家好，我叫林元佑，今天我是从日本来的，今天是跟你一起去三峡体验的海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志飞的马元佑，我们现在在云霄，我们去哪里？对啊，我们现在在。